疼吗？不过是皮肉的伤痛罢了。你哪知道我心里的疼？我一个女人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要你人回来就好。你知道吗？打仗的时候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。尤其是屈大将军死的时候，我被几十个秦兵围着，刀子像下雨一样往我身上扎。可是我想到了你，我想见你，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活着回来，回来见你最后一面。